好久不见的苏慧伦竟然将重心放在家庭上，在歌迷的期盼下，终于在演唱会现身啦，重现经典歌曲，让大家一起回味当年的感动。唱歌有来自各国的朋友，不禁让苏慧伦笑称自己很 international。走香港还要从哪里来的？马来西亚、日本、新加坡。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唱会非常的 international。现在的苏慧伦希望自己是一位疗愈系歌手，能够将歌声温暖每个人的心。我很希望自己是一个比较属于疗愈系歌手。当你们在爱情里觉得心碎、无助、孤独的时候，有陪伴过你们。我想我们都是好人，可惜只有做朋友的缘分。哇，News新闻网采访报道。